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6月21日，圣日门首次接触卡尼。西班牙新锐媒体 Relabel 记者 Mateo Moreto 消息，圣日门已经首次和哈利卡尼的团队谈判，这是双方之间的第一次接触，而圣日门和热刺两家球会之间仍然没有具体的情况发生。之前 Mateo Moreto 就报道了圣日门评估引进哈利卡尼的可能性，现在他表示圣日门已经与哈利卡尼的团队进行谈判。哈利卡尼现年29岁，与热刺的合同将在2024年夏天到期，目前球员在德国转会市场的估值为9000万欧元。此前哈利卡尼与曼联、皇马都有闻，但是近期报道称曼联已经退出了竞争，而皇马主席佩雷斯也已经宣布今夏引援结束。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